主料冬笋750克，猪肉30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冬笋去皮，切小片备用。切好的冬笋放到热水里炒几分钟，肉片切片倒入锅内炒到变色，倒入事先用水焯过的冬笋，继续煸炒，待差不多熟的时候加入调料调味即可，最后装盘盛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笋先用开水焯过，可以出去笋中的涩味，增加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